的要站着唱，对你唱吗？音不准，嗯。走音就是因为气不够，我不气，我那个走偏那个气都不够。对啊，所以气不够就会这样。然后 pitch 也不准，我们再一次。终于看开爱，终于看开爱回不来，不知求我留下来。就是这一句。再上一句是什么？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着求我留下来。哎，对，这次就对了，这次就对了。刚刚你都一直走音，走在这个地方。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着求我留下来，哭。你的优点是现在唱歌还没什么降气。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不油。缺点就是缺少练习的时间，太多时间用来上网。真的，你把上网的时间拿一半出来，你很快就是很厉害的歌手了。目前还处于零分。不油至少一分吧。不油是100分。那你现在有油吗？没有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油。之后的改造计划就是从体能开始，再来就是选音乐风格。其实我觉得 RMB 很好听，可是我好像唱不来。没有唱不来。那如果你觉得别人唱得到，你唱不到，那你干嘛走这一行？对不对？加油！我只能跟你说加油。我一直在先提醒他，然后在很多地方小细节的部分来做慢慢的修改，这都需要时间啊，这没办法一天就好，一天就好，大家都可以当明星，他都可以当歌手，是吧？